掌声欢迎我们的小林老师，还有春春老师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哇，我们的快板大师春春老师今天呢穿着一袭蓝色的，这个不能说是古装，是我们相声的专有服装，黑猫。按照大褂。大褂，蓝色大，嘿，台褂，黑猫。褂的呢？哦，你做台褂是接入动作，什么喜欢你吗？我希望啦。你希望黑猫？不怕，我是你自己的粉丝好吗？我是梦妮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春山，我讲海风的，唔知大家唐一些么？又唐一些咧哈？哦，唐一些家小不敢看一下。哦，杨下来，人数太少，可能我要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我这个内容，稍微加多一点的国语进去。客家话的你慢慢等吧，客家话的你等到最后我一定会说客家话的给你听哈。有人说你这个叫什么？打竹一卖嘴发，打竹一卖嘴发，该斗呆嘛该按斗打竹一卖嘴发。那家美传统哎，我这不是传统的客家正统的，不是，我是从那个鼠来宝过来的。那鼠来宝怎么来的？就是从我们的童谣过来的。哎，刚才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小朋友念一个童谣，蛮有意思的。哎，小朋友念的哈，我把他念的念给各位听，他是这么念的。啊，刚才是我啊放了一个屁，啊这个屁飞过太平洋，啊跑到美国去，啊美国的总统正在看戏，他闻到这个屁很不满意，找来科学家研究分析，啊这个屁是一股气在人的身体里穿来穿去，啊一不小心打开后门穿了出去，放屁的人欢天喜地。闻屁的人是垂头丧气，有屁不放憋坏心脏，没屁应急锻炼身体，屁放的响恭喜中奖，屁放的臭你要挨揍，不想不臭努力不够，类似这样。它是一个童谣，童谣都是有节奏，而且它又有押韵的，类似这样的。慢慢再加上什么？加上这个，加上这个竹板，七块竹板。那这个为什么叫鼠来宝呢？早期不叫鼠来宝，早期啊这个东西是给那个皇帝啊，要告诉他民间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叫速来报，火速来报告皇帝，叫速来报，速来报。那手上就会拿着这个，也许听到这个声音，可能就是哦哪个地方发生水灾了。那如果听到这个声音，哦，可能就是有哪个地方发生火灾了，要赶快去救。那如果听到这个声音，可能就是哪个地方有抢劫，有偷盗了，要赶快去抓人。那如果听到这个声音，那可能就是 WiFi 断讯了。这是跟你开玩笑哈。好，鼠来宝呢，它跟我们的这个童谣不太一样，它有加上这个，而且它要现编现唱。你比方说一到台上可能就会唱说，打竹板走上台，对着各位唱起来，先向各位问声好，我给各位鼠来宝，这个新人心事特别多，我不知该从哪边说，那就别说。这鼠来宝他不好搞，没有师傅学不了，我挨过打受过骂，这才学会江湖话，这个江湖话是江湖口，来到台上找朋友，说朋友来到朋友，秦琼当过马快手，秦琼当过这个马手快，英雄出在瓦岗寨。哎，这位大哥真潇洒，他干净的衣服是黑头发，你帅过歌神刘德华，是不让赌神周润发，我叫大哥啊你真帅啊，你头上还把帽子戴，你戴帽子帽子戴，一看就是实力派，实力派那个有实力，那每天都赚新台币啊，大概类似这样，看到谁就要唱谁，这个叫鼠来宝，他不容易。
那因客家嘛，客家水来水调啊，就好像那个张帝的《极致极致歌王》一样，马上要编出来唱出来。这个我不会，我没那个头脑。那不会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它编好了，编好了再把它唱出来啊。那只要背好，唱出来就可以。当然了，这样就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唱什么。那今天来的客家人比较少，我就先给各位带来一段《卖我》，希望你喜欢。摸的个是什么？却也原来呀、他摸了一个王八二斤多。这曾经有人问我说：“叔叔，什么叫王八？”哦，这个王八呀，就是甲鱼呀，甲乙丙丁的甲。国语叫鳖，闽南话叫鳖，客家话有意思叫做……哎，我们说海风的，管这个东西叫做汤、这个东西要下了个蛋呐、就管它叫王八蛋。这小坡一见高乐兴，心里边暗暗直琢磨：嘿，我这要么急上把它卖呀、准能换它那么四斤好酒喝。又一想，不成，我这要急上把它卖，我还不知道它这个玩意儿叫什么，这要到急上它怎么吆喝？哎，干脆我今天临时给它起个名儿，我起这个名字，我起这个，我，哎，干脆取名就叫我，对，叫我这个名字它最适合。想到这，撒腿就往集上跑，扯开了嗓子紧吆喝：哎啊嗨，你们买我嘞，买我嘞，你们谁来买我的这个我？小坡这个话音还没落，打对面来了一个二愣子，冲着小坡把话说：喂，卖我的，你把我拿出来，让我看看我他到底是一个啥家伙。小坡这个文听不怠慢，急忙打开这个布口袋，这个二愣子伸手就往里边摸啊，他这一摸不要紧呐、被王八咬了一家伙，当时把手指都咬破，疼的他是嗷嗷直叫，一个劲儿摇晃后脑壳，抬手就是三巴掌，哇哩嘞，啪啪啪，把小坡打得没处躲，转过身来直哆嗦。呀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干什么？谁叫你让我咬着了我？咱俩这事儿不算完，咱们到那个衙门里头罢礼。说着话，他抓住小坡，就把那个大堂过请县大老爷来定夺。这个县官啊，姓秦，秦朝的秦。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以后长得跟大树一样，又高又茂盛，所以把他取名叫高茂，所以就取名叫秦高茂，客家话就叫做秦够茂。谛听击鼓，急忙升堂一拍桌，啪，你们俩谁是原告被告我不管，谁给那个钱多谁先说。小波说：啊，老爷，那我先说。好，你说。我说：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卖我，他买我，他不买我，他造我。什么我的这么啰嗦？喂，
没给钱的。您说，我说老爷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卖我，我买我，我一摸我，我咬着了我。老爷说你更混蛋，你说话比他还啰嗦。哦，你让我咬着了我爷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不是老爷，他卖的东西就叫我啊。老爷这个闻听直纳闷，心里边暗暗直琢磨，老爷，我花钱买官那么多年，可没听说我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喂，卖我的，你把我拿出来，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卖的那个我。小婆这个闻听不怠慢，忙把那个王八就往堂上搁。这个老爷低头一见，笑呵呵呀，哈，原来这个王八就是我。谢谢。谢谢。撒哈来好水。闯哈费耶，闯哈费，你听不懂客家话没关系，你认真听。我们认真听之后，如果我们配合得好，我就把它翻成国语给你听啊。但是有需要各位帮忙的地方，因为它很难背，很难背的话，那我一个人在这边一直唱，唱到那边又背不起来的话，那会很麻烦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帮忙我一下，帮忙我说你是谁的客家话。你是谁？客家话怎么说？你是马莎。哎，你是马莎，你是马莎，个黑嘴那特。哎，你是讲你马莎是好，你是谁讲你马莎？哦，那手我的手这么一比，你们就说你马莎，帮忙一下哈，试试看哈。你马莎。哎。我爱在 cocky cock cocky cock 哈，有节奏，所以你莫讲你马莎，要在节奏上。你马莎啊，在节奏上啊，试试看到一杯来。你马莎，好，哎，你死了，宠呀！你马莎，认真听哈、哦，如果配合的好，我就把它翻成国语给你听哈、哦。讲有音学则，按个晓行音讲法，五个思晓讲一句法。你马三，抱歉哦，刚才没有说清楚。按个，按个就是翻成国语叫鹦鹉，所以你那个你马三是学那个鹦鹉说话啊啊！我们再来一次，你想一下跟。那个鸟说话，你是谁？你马上鸟会用什么语气哈？来，我们试试看哈，预备，来。哇，好多鸟人呐、啊！啊，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哈。讲要你学则按个小学音讲法，五个手学讲一句法。你马上讲了认一。家主人大早起上班，就一改擦田表改来到家屋下，那个田秧田秧下，就复读春来一句话。那个擦田表改心肝上，要复读大人一改老人家，还是按句擦田表改。嗯，爱擦田表改。你马三，你擦田表改，你马三，哦，你擦田表改啦，你马三，哦，你擦田表改，啊，就按样，你都讲起讲准，七七讲到下昼四点半，那个擦田表改，听那一分木柱一发，乒乓乓，忙到体内哈。家住人下班转来看到有人望到大门口，急急上前来跳叉，扑街见敲门。喂，你马莎复读春来一句吧，擦田表改。可能听不懂哈，我没关系，刚才我们配合得很好。现在这样，我用国语唱给各位听，但是还是要你们配合我一下。我在中间，我七刀。我比到这边的时候，这边的人跟我说，帮我一句话，说你是谁哈啊啊！如果我比到这边的话，这边的请帮忙我说查电表的啊，我们试试看哈，预备来哦。
你是谁？很好，茶店表的。哎呦，很好。哎，啊，对了，万一我两只手这么一比下去的话，那你们一定要好好想一下哈，应该怎么回答？通过你们的大脑、小脑、中脑、眼脑、猪脑啊，没有猪脑，通过你的聪明伶俐的脑袋想想看应该怎么回答，答对了表示这个故事你听懂了，如果答错的话，那表示说这个故事你没有听懂啊哈。我们来试试看哈。有人养只鹦鹉能学人说话，不过前后只会说两句话。你是谁？茶店表。说这一天，他主人一早上班去，有一位迷路找妈妈的到他家，把那电铃摁两下，就屋里传来一句话。你是谁？这位找妈妈的心想，这屋里住着一位老人家，于是回答：我找妈妈的。茶店表的。不是，我找妈妈的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找妈妈的啦。你茶店表的。你是谁？不是。茶店表老师还没有教，我不是茶店表，我找妈妈的。你是谁？好，你的头是不是给门夹过啊？我找妈妈的啦。茶店表的。我找妈妈的。就这样，他们一问一答，一直说到下午4:30。这位找妈妈的头一晕，那个眼一花，并蹦蹦，当时就倒下。他主人下班回来，看见有人倒在大门口，赶忙上前来调查，拍他肩膀问：喂，你是谁？屋里传来一句话。哎，答对了，谢谢各位。哇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接下来这位啊很不容易，平常想要看到他的话需要买票，而且要他上台很难。那这回呢，我们慕宁说演方呢不惜啊花了很大的金钱，然后又威胁利诱把他给骗上来，把他重金礼聘，把他给聘过来了，重金礼聘他，他就是我们的客家一姐聂广记谢小林小姐，掌声欢迎，掌声欢迎我们。